因为如果你用 CPU 去跑的话，会很吃效能，而且你要考虑到散热问题啊。所以如果很当的话，基本上有一半的机遇都是机台就是电脑过热或手机过热。然后我的截取卡是，我截取卡是使用 JAV01，它有很多代，现在好像出到第七代了，07了的样子。哦，是用01而已，我觉得01就很够用。它好像07的，好像还可以吼，有可以关声音插回的吼，高级。什么都吃到垃圾。好细啊，拜拜。哦，给我护盾呢哦，哦。新赛季，前阵子打到车网就没打了，地图有点陌生，有点不熟。可是还是大同小异啊，我觉得这边是故意拖飘久一点。哎，刚才100%防御地雷应该要踩一下才对啊，这样我就会得到地雷，对不对？哇哇哇！你看，慢来啦，看我腰啊，被顶了哈，敢撞啊！我觉得狗狗其实不太好用，说坦白的，因为它攻击的次数很低啊，它会攻击的，它不太会攻击，可是防御机遇是还行，可是攻击成功率才 32%， 就是它的启动率才 32%， 就是没有，我觉得是没有得到那个理想。你看，就是不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其实狗狗。因为就是说，等一下啊，哇，他们开天使，来一个攻击啊，大哥二输了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9个观看。大家晚上好。来看我这台的呢，可以来看一下我的。记得可以去看一下 YouTube， 我在 Twitch 是什么 ？Twitch 跟 YouTube 都有开直播频道，同时线上。我之后我想过说，就是开个那个游戏恐怖游戏的实况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大家会想看恐怖游戏吗？我可能会只是啊啊啊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。